今天教大家如何获得蓝天石板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地图，寻找宝可梦联盟大会所在地，并前往宝可梦联盟大会。我们到达宝可梦联盟大会啦，接着我们使用冲浪招式往下走，然后我们顺着瀑布游下去，然后到陆地上，再往下走，直到和告示牌平行。在左手方有个隐藏的道具，点一点就能获得蓝天石板啦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不要忘了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